那那个家最近太忙了吗？放假都比上班忙啊！我就个人觉得，有小孩子的话，正常来说应该是放假比上班忙，所以我其实放假很忙，其实是真的。安娜一直安娜宋安娜轩安娜志源安娜 Eric 安娜张轩，这几天摇到觉得没摇也在摇。对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但是今天是真的有在摇，刚刚吃饭的时候也有摇吧，七点多的时候，而且还摇不小呢。这月是BD75 跟 103B 哦，真的吗？开始了吗？那我来看看 BD75 可以买。研发减 100%、欸、哦，我选过这条线，零研发哎、欸，哇哦，哇哦，可以来弄一下哦 ，BD75 可以来弄一下。晚上好，各位。他真的要练 BD 线吗？我可以点啊，因为我能用1200G。我知道，等我有空我就会弄给你 ，OK？ 有空就会弄的，你不要担心，不会跑的。我之前是不是有好像圣诞节的时候把那个什么经验值研发通通选在 BD 那条线的，所以不用经验值，好像是这样，所以只差钱。晚上好，各位。啊，那我先。钱对我来说不是小事吗？对啊，小事啊。经验值就必须要用自由经验了。那自由经验就是金元金币啊，跟经验没有关联吧？没有啊，圣诞节不是他可以选一条，给你选一条线研发不用钱吗？哎，是研发不用经验值还是不用钱？我也忘记，不用经验值啊。
那个我竟然没有打到 G15 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打到 G15。那为什么我不用毽子？那为什么我的车不用毽子？零经验，零经验，零经验，零经验。喂，没有，我打到的是那个谁吧？没有，哎、欸、呦，有啊，我打到 G15啊。但那个我被那台 VG55 迷惑了一下。图纸全开。但是我从来没有点过啊，你没有点过为什么是你？我没有点过啊。我不记得我有点过啊。这个我也没有点过，这个也是零诶，为什么？配件我知道要点啊。没有啊，还是有113啊，还是有113嘛。哦，没有哎、欸，哦，它变成收藏车了，是不是？反正好像也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是什么重点？我错了、我觉得它是可以一台必玩的车子，它在天梯非常好用。它是你一台必须在车库拥有的车，它在天梯是很有用的。
不是啊 ，BD 啦，113最好是哦。怎么会觉得是113？你在玩天地模式的时候，它不是会 buff 你的 buff 你的炮管瞄准跟扩散吗 ？BD75就会变得很强大，因为它的瞄准跟撞瞄准跟扩散都会变强。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就跟60 TP 会变强是一样的意思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堆60 TP 吗？天梯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台就一堆60 TP？13不就是 T430UHT 吗？不是 ，430U 比它强多了，强多了。你会觉得是113是 430U， 代表你绝对没有玩过，你绝对没有玩过 113， 绝对没有，绝对。你绝对没有玩过113，你绝对才会觉得他他妈的跟那个跟430U是一样的。Holy shit！ 看113满车都是弱点。看他每次开过来啊！你不要被他射啊，哥哥！等我一下，各位。
不要有清糖，我看错了。啊，我看成米诺桃两台，哈哈哈，白痴。看他们 B175。Come on, man. Anna Black.啊、你不要让他到风车啊！你为什么要让他到风车？啊、那暴衣是干嘛？唉，我们队友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要走下面？这60 TP 在这里他妈的很夸张哎！你他妈为什么在这里啊？暴风要装什么装备？我觉得都可以，其实真的，暴风装什么装备，我觉得都差不多。看你比较常打伤害，还是比较常做真伤吧。我带着带真伤的装备也可以打伤害，所以我觉得那车。带什么装备都没什么差。瞄准镜、紫风扇、紫锤吻，我都装普通的嘞，我都装一般装备而已。我觉得你喜欢装什么就装什么吧。我跟你说过，那台车没有什么一定要装的，那台车性能本身就很好了。你很常打伤害，你就装输出装；你想要做真伤，你就带侦察装。所以你可以带一套侦察装跟一套输出装，然后看你进什么图决定要装什么装备。你觉得这方法好不好？因为他现在都有两套装备让你挑啊，其实你带什么东西已经不是很大的重点，你想装就装，你想装什么就装什么。
刚刚有人问说有什么建议的 TD 哦，你要看啊，因为他不是什么车都一定在卖的，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子问我的意义其实不大，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商城的有什么车可以买。如果你真的要买，我建议你买 TVP 苏那个什么 Scarbin G 这种车子，其他就算了吧。红绿为什么没亮？安娜燕，机场没有演车，中坦也没有去侦察位，所以什么东西都看不到。哦，双双消过。我个人觉得暴风是一台很强大的车子，它的伤害力很够，一次可以打到大概700伤，然后它又有非常好的隐蔽值跟侦察能力。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暴风要装什么装备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你本身性能就强，停下来！他为什么停下来？哇，他死了！他竟然停下来！车地形战真的是超级糟糕，真的。
天气真的不断，对啊，一直摇。早上看新闻好像是聊600多次了，600多次。如果你是花莲人，你受得了？再后退一次，消光了。You're so annoying, bro. Thank you.
这王家突然间狗屎，真的。安娜朋友，晚上好啊，各位。三台4005。被揍了。907怎么会打输？Come on, man！他用 APC 要打中我。跑车了，跑车了。他又打穿我的头，哎，而且他用 AP 耶，靠！
这场会被世界级大虐杀，我骗。我们队友为什么都每一个都站那么前面呢、啊？啊！我都被 AP 穿呢、欸，看我今天看无。这可以玩一场暴力吗？
喂，为什么没有穿？啊？天哪，他为什么会死？哇，这一三好屌哦，他移动中打穿呢。看这炮车一直要丢我，实在是很靠谱。他们还有台狙击没有掉。第二台巨石，哇，他们全部移进去了耶。
还有一个。哇塞，他也太会了吧！他为什么能打 BD68 哦？哦，对，他是 BD68打。啊，看这发怎么可以挖地瓜？我正在晕倒了欸，刚那把怎么可以？我真的看不懂刚刚那把到底怎么挖地瓜。
那 EUB 被 Forge 连打两颗穿。南边被打烂，感觉今天不太适合玩 S 空哎。Oh my god.不是我的车，被人家一直打，打爽的呀，哥哥。
该死的法国弹夹车弄到关游戏？你是被开法国弹夹车被打，还是打法国弹夹车？安娜进讲 ，DPM 高的车有缺点，抠跑干嘛开出来？哦，那抠跑白痴吗？他竟然开出去耶！这 T 2 6 1 5在干嘛？哦，你个白痴！这 T 2 6 1 5天哪！没死哎、欸！这么糟，超痛！有是低的，我不懂那苏伊三零 PM 为什么要往前呢、欸？那什么毛病？那我们 U 特斯竟然没有在，他刚在外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走进。
这是队友真的超级低能，到底在干嘛？那 Cobra 已经，我们都把那个七分之一打死了，他可以躲在那边躲得安安全全的，然后结果呢？他竟然跑出去给那个 W 一射。我们这队友到底在干嘛？这场 Cobra 白给，然后 T2615 也白给，苏伊三零 PA 也白给。为什么他没有打中那个谁啊？没有打中 CF4。大哥，你不要让这279开过去完全没损血是正常的啊。这炮车一直轰，一直轰，一直轰，一直轰。我看不太懂这一场发生什么事。然后我们上面这，他们上面这边有车，我们的 N18跟那台开过去压死，还在那边送。这炮车一直丢呢。你他妈，你要就用血就换，然后不要害我吃炮，哥哥。我身发没有穿。
堆人。八角跟 JP 现在在黑墙。CP 的炮去把那个 CC 弄掉，我们这样输定了，我们救不了中间，知道吗？他要去弄 JP 吗？他妈跑车！他就跟 JP 可以动动动一动，可以动动。我是 CRV 在山顶上，不是你他妈他砸那个探，他砸那个 TVP 砸到我哎、欸。还是50B把中间放空。
真的是觉得莫名其妙。这玩家都可以拿到279亿。这玩家都可以拿到279亿，你就知道279亿其实没有那么困难，真的，真的不困难啊。确定不是花钱找人打的，我刚好看一下，应该不是，因为他的胜率都没有很高。老实说真的，你说如果有几台车胜率特别高，就代表有可能拿那个去刷，但是他刚刚的成绩看起来都没有。真是太慢了。呀，这车太慢了，上不去耶。要跑啦，没有办法待在那的。哇哦！他自己找一个槽挡住自己视野，是吧？
他们都好。1310我躲在哪里？啊，是在这。这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结束了。好扯这场。这台车竟然上不去那个点，哎呀！对 SDRV 很有想法，我只能这样跟你说。这那个，这那个。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卡两台车在这边。至少让我打中他吧，没有穿我也可以接受。
没有人支援 Select。没有人支援那个 Select。我们这场队友他妈的真的是扯。还可以跑，Oh my god， 这发没有中，哇，这炮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没有信心。拜托，这炮你给我。德国的哎、欸，我从来没有一次打中过哎、欸。哇哦！天哪，这 没有一发都打中了。在射墙壁的啦，你 fucking idiot man。看这那个真的他妈太严重。真的太累格了，真的，真的太累格，完全动不了，真的，我的准心完全不会动。
红灯是闪着的，但是好像还好。我操，他们有 BT75加260，他们不会这样搞。这样 TD 超级多的，喂，显然 STRV 在瞄这里，他那个出速跟那个瞄准速度太快了。然后他们这里有台氢弹在射这里。Mantico 在那个位置是要亮什么鬼？别去，就给你留一次。没有 H1 了，大哥，
那是 Heat。好，这炮有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。中山区没了。其实清潭这个时间点去那边有点太慢。天哪！这边你狗被亮哎、欸，还被260亮。这边你狗有事吗？我觉得他们切中间的几率超高的。合理啊 ，Mantico 在这边看不到、啊。
那68到那个位置，我们的 STRV 才看到他呢。他怎么可以在移动中被他看到？那夸张了，他可能是开枪了。哇，那 Black， 他如果没有开枪，怎么可能被打？米洛陶靠他妈这么多。刚那个位置啊，要拆那台 TVP 完全没有办法，我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拆那台 TVP。那你有病是不是？地震！干成妖哎！
怪我到底对什么东西亮。你不要挡啊！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边推一半停下来，他们这边继续推，我觉得他们会赢。很大吧？有没有来？可能是我楼层高了。八楼算高了，有很大嘞，我看一下，43分是刚刚43分吗？不是，不是43分，感觉是50几分的时候，50几分的时候地震。刚刚43分的时候，也有一次3.4的地震。53分啊！他现在那个速度，那个气象局的速度很快啊，他写的速度很快。看台湾地震监视器直播中哦，看这台车卓越也是很高哎、欸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但是我不觉得它有就 OP 到就是。不觉得他有 OP 到，就是可以他妈一直秒杀人。火山爆发，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？
都高手们在打，我不知道、欸。但是这台车，我只能说这台车是真的很强，但是它的强，有时候我感觉不出来。被亮吗？没有被亮飞。哇塞！中间竟然这么多，我们没有队友可以看得到这台 T77 在这里，但是没有人看到。T77 在这边，但是没有人可以看到这台洛林斯汀尼开过来。再加那个点很危险。
很崩，蹲在这干嘛？像他缺这种车子来这边领，怎么样？打起来怎么说？他是一直被电吗？不然他为什么要送到这边？哇，他们八千看到我了。他们是 DRB 可以看到我，是八千可以看到我。八千在这里。我操，会亮！快！低能儿，还是因为你？
这暴风要做点事吧。Support my position。波帕其实很危险，因为他第三点才站在这边的话，他们八下竟然在那么奇怪的位置。这暴风现在才要动，
51-20这样走没事、欸。一个一发都没打算就算了，还挡人家套线干。真的是一台弱智。
Miss TRV 死了。他塞到嗨弱，他用128炮不应该打到580的。对不对？唉 ，so close man。躲这里，你等下就死了。他们 level 1血很多。我们这台 mouse 跟这台 carbine 这两个是智障，真的。炮射真的很准，我只能这样说。唉，没有机会啊，这场。I told you， 我们两个十级中弹都45%，而且玩的场数都还不少，一个4万多，一个6万多。这个走位也是他妈的神，真的，这个走位是真的神。我们这场就少3个人。十级车胜率都这样。真的痛苦啊！休息了，各位。晚安，各位，感谢大家晚上收看 ，See you tomorrow， 那明天见。
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，还剩一天，好好的撑一下，咱们明天见了。